家属在沙滩上等待，却看见老爸爸已经成了一具冰冷遗体，难以接受，跪地痛哭。苗栗同小79岁黄姓渔民，4号一早独自驾驶礁筏出海捕鱼，不慎遭到网子勾住跌倒，又刚好碰上涨潮，发生不幸。哦，硬断。 搜救过程中，橡皮艇难以下水，还是其他渔民开船出海才把人给拉上岸。但同一时间，通宵消防分队的救助器材车竟然出现在民进党立委的竞选活动上，帮忙照明打灯、响应总统也在场。当这个任务跟救助人民的生命安全有冲突的时候，应该是要先放在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先救护，对人民的安全不在乎的时候，你让。 民众怎么去支持这个政府？消防队证实，确实有接到国安指派任务，同时就在行动在下午1点03分获报，3点36分跟海巡交接后反对，直到傍晚5点，死者才被拖上岸。横着活动期间，接近傍晚，现场聚集乡亲众多，而且路幅狭小，为避免光线不足引发推挤或踩踏情势，遂于日前向苗栗县政府消防局申请照明车。 依照规定，消防队确实可能支援危安勤务，但救灾车拿来帮忙打灯，引发外界讨论声浪，这样真的合理吗？记者钟贤、刘明礼云杰、苗栗报道。我是陈志根，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